朝，尤其这个盛世的时候，那个天子在春天吧，盖一个祭台上去拜天，你知道这事吧？还有那种祭文呐、啊，啊，这个我想你去查那个，我今天如果没错的话，今天我还听到张大春的那个下午的一个新闻，在介绍唐朝的一个天子是在武则天之后的，他去拜天，还有一个祭文啊。其实那个祭文里面有八个字，您我都很熟，马英九也常用，陈水扁也在用，叫做祈求造物主造化万物的主宰，让什么？让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你有这个印象吧？啊，我们回教伊斯兰哈、啊，回教只有全世界只有2300万人叫回教，全世界都叫伊斯兰。啊，那是因为大陆来台以后没有去调整的关系。伊斯兰信仰的就是跟那个天子拜的同样的叫造化万物的主宰，这样子您可以理解了吗？那如果您可以理解，如果我们拜的是造化万物的主宰，那么我们还可以拜别的东西吗？应该没有了吧？不可以拜别的东西，这是伊斯兰的最重要的和信仰的核心。没有众戒说，我做个雕个像，或者刻个什么，或者是找个什么什么圣贤把他祭拜起来，由他来帮我转达我的祈祷。如果造化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么大的能力，他还会不知道他造的人类，造的这个地球山水动物，他还会不知道吗？当然知道。所以你跟他的祈祷，他给你的功课，那是就是人跟他直接的关系。所以伊斯兰的信仰核心就是信仰那个造化宇宙万物的主宰，而且不可以去拜任何其他看得到、想得到、听得到都不可以拜。你一拜了，就把这一个被拜的东西跟那个造物主放在同等的地位，你是在侮辱他，你是在不信他。好，有三分钟就跟你讲这个核心价值的第一部分，剩下两分钟呢，在我们这个信仰核心价值的第二部分是穆罕默德是谁？他不过是造物主在人类中，他造的人类中挑选的圣人之一。但是呢，在经典里面，不是这个古兰经哦，包括旧约里面都讲了，将来你们会有最后一个圣贤，我挑选的圣贤叫阿曼。啊，所以早在之前的经典里面，造物主给摩西的，给那个我们叫做伊撒，也就是尔撒，就是耶稣，啊，都有经典里面，啊，我们穆罕默德跟耶稣、跟摩西、跟亚伯拉罕都是圣人，不是应该被拜的。那这些圣人是来传达说，你只能拜造物主，然后你要听他给我们的规范跟教导，所以他们不是要被拜，他们只是来传达这个讯息。啊，所以穆罕默德是造物主的一个仆人，一个差使。他的一个意义就是说，他是最后一位，也就是我们大家所共同尊重的同一个导师。啊，他教我们生活上吃衣食衣住行交往之间啊该怎么做，但是不是他自己想到的哦，都是在古兰经里面都有告诉我们，然后他用实际的行动跟这个沟通来实践这个古兰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些规范教导，甚至包括不可以的，譬如说三等亲之内不可以通婚啊，譬如说古兰经你要打开来，你会发现里面有遗产怎么分。哎，为什么要教你遗产怎么分呢？古兰经里面有最长的一节哈，它有很多章，每一章有多少节，既然是教你怎么写这个借贷契约，
你要有见证人，你要有这个代书，你要有什么抵押品，然后你要注明还的时间怎么样，这些伊斯兰是一个非常入世的生活方式啊。那么古兰经里面有告诉我们，给我们信仰伊斯兰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要时常纪念造物主啊。你痛苦的时候你当然更要纪念他，但是你高兴的时候也要纪念他，不要一这个信一高兴就忘了。那第二个功课是做礼拜啊，第三个功课是斋戒，第四个功课呢就是叫做它的阿拉伯文叫 Zakat，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天课，也就是说天嘛就是我们造物主指定的意思，课呢就是赋税的那个赋，课赋，也就是说如果您这个有收入哈，有结余的话，这个结余过了一年以后，它不管没有动还是动了，所剩下来的呢，你一般这个薪水级的要拿出来40%给古兰经里面指定的那八种人，穷人啦，奴隶啦，有负债的人啦，不能赎身的各方面的，还有旅行的人要回家没有旅行的费用的，要指定的人啊。所以事实上伊斯兰也是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最好的规范跟这个指标。那我大概先跟您介绍到这里，嗯，可以吗？谢谢，好不好？谢谢。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我们台湾到现在为止有多少的这个信众？广义的大概有24-25万，狭义的如果只有中华民国这个身份证居留证的，我说这居留是就是将来会变成这个公这个我们市民的公民的哈，大概只有23-24万。所以其他的很简单一个道理，我们已经开放这个外国移工劳工，光是印尼来27-28万里面，大概有90%-95%都是信仰伊斯兰，所以他们在台湾的这个人数就有18万-19万这么多。当然还有从中东来的学生、商人，还有这个在这边有居留的一些的，不管他是念大学、硕士、博士的，这些加起来大概有24-25万人。对，您的意思是说24-25万人里面，只有23-24万是有我们台湾身份证的。是，了解。那所以那这些所以实际上我们20万人是蛮长的一段时间，您的意思是，然后在这几年因为有这个移工的这个事实，所以才增加的。60年前是60年前我们老蒋总统从大陆来台湾以后，然后差不多在50年前做过人口调查。我先把它停一下。